现在很厉害耶。对呀、啊。一次可以打败两只人。怎么绑住你自己啊？是啊，好，摆一个最帅的光头。阿迪是只爱画画的小狐狸，他有多爱画画呢？家里不管是桌子、墙壁，弄一个最帅的光头来看一下。哇，一直转耶，还可以继续转多久呢？哦。哦，转很。阿迪听妈妈生气大叫的声音，立刻跑出门。哇，转很长哎！哇塞！阿迪出了门，到山里。哦，是阿尼。哇哈哈！啊！啊！吴新义太强了，你一定是偷吃 Otoro 药水哦。嗯。对呀、啊。阿迪想了个点子，要帮大家一个人找回来。哇，你把自己绑起来啦！要了块好大的螺旋彩带掉在地上了。